宾有听好声音餐厅，我告诉我们今天来到3月21号。好，我们先听一段声音。而且为什么狗狗回来了？因为他作业写完了。我们来自《铁三轮家前书》第五章第十七节，只有五个字，仔细听，只有五个字。我的祷告反是没了。好，再听一次啊，很快哦，仔细听啊，看哪五个字哦。住的祷告不是不住的祷告，好、啊，不住的祷告。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？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？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小朋友，什么是不住的祷告？不住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不停止的祷告，懂吗？不住的祷告就不停止的祷告，祷告不要停止。还有什么东西不要停止？忍耐。不要停止，还有什么东西不要停止？喜乐不要停止，还有什么东西不要停止？还有数，喜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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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好吗？喜乐，喜乐，喜乐。OK， 好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呢，叫做不住的祷告，我们要一直永续的，好，永续的，坚持的，继续的。祷告，即便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去听神的祷告。而今天我来抽，你们来说，我抽的算，我抽的算。来，我问问题哦。我要白色。好，就问问题说，当你觉得感受到沮丧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当你沮丧是什么？沮丧就是垂头丧志，就是好像一事不成的时候，就是沮丧，就是说很难过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会看书。嗯，为什么？小孩为什么沮丧的时候会看书？我以为你要说恋情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沮丧的时候你会恋情吗？其实沮丧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沮丧。对你常常好不好？类似那一种那个上次面面上一年二月不是面面过世了吗？嗯哼，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照片，我直接哭出来了。骗人！真的啊，是真的哭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不信你问哥哥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真的哭哎、欸。真的、哦？他真的哭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这么喜你原来你既然心中有面面呢、欸？那你看到我照片不是也会哭了？以后不会，那代表你心中没面面咯。我心中有啊，我都知道，我一直很想面面啊。第一天我就很难过，我一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一先看到面面的那个身体的时候，我就很难过了，因为奶奶传这个简讯到传讯息给我、啊，那天一大早的时候，就不是那个照片，那时候我们在韩国啊，我知道，对 啊那又不是照片，对啊，照片啊，对啊，其实还有影片。影片都有，影片也有啊！我现在还舍不得删掉，我不想删了。在哪？在我手机。我要看。不要。我等一下。就是那天，就是那个，请那个礼仪公司，就是那个宠物礼仪的人把他带走啊，然后等我们回来才能处理他。哦，所以你难过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哭，然后睡觉。他在房间哭。真的、哦，我不知道、欸。真的。哎，哥哥都哭出来了。你最好你也哭。我没有哭。哥哥过在里面过一点的时候就苦一点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们没感，好无感呢、欸。因为看到了他的骨头啊。哦，是哦，那看到我的骨头呢？嗯，把它切断吧。对。你们看到我的骨头，你为什么？拿去炒，弄成排骨汤。这种话你也说出来。拿去跟泡泡玩。是哦。拿去也不是骨头吗？嗯，好，谢谢你们哈，你们真的是对我很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来，今天怎么样？在学校说说看，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吧。讲完就下课。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？我只有下礼拜四想讲。下礼拜四？我校外教学。哦，那而且刚好要防止演练，然后我就不用了。不可能，一定要。不用。不行。我不要。防止演练什么意思？防震演练，要啊，不能走哎、欸，不用啊，要哎、欸，除非你们刚好是小白，除非你们早就，你们是要防震演练之后才能走。对，我们老师正在讨论，一定要演练，因为不能不演练，不演练会被骂。
会很惨，连过好久，不行。你们应该有预演过一次了吧？好几次了啦。干嘛预演好几次？很无聊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对。而且在外面还不也可以。哇哇，好，所以这个你现在不是？我现在想，我现在只要问你说，你现在可以分享今天一件事情。嗯，我想一下哈。那小何先说。啊，今天那个今天上大提琴，然后哥哥又很皮，真的、哦。那老师教那个二重奏的歌，然后呢？没有，你很皮，很皮吗？没有，非常皮。今天那个体育老师代课，然后、又在代课。那个体育老师眼镜有戴眼镜吗？我不想理。你们真的很爱代课。有戴眼镜吗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对，今天我同学去那个羽球比赛。输得很惨，好哦。那赢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下礼拜二我们班要去那个故事说故事比赛，嗯，只有两个人，嗯哼。我们下礼拜一要去那个朗读比赛，嗯，有四个人吧，我记得。真的？还有包含你吗？我说故事比赛没有包含我。没关系啊，你们讲大小提琴。说故事比赛需要那个、欸。需要道具，是哦，不用啦。哎呀，现在说故事比赛道具，你想不都家长做？那是制作，而且我们班的说故事比赛，他们都没有用道具。嗯，我们班的那两个人，嗯，而且说故事比赛还有时间限制，三分钟，五分钟啊，三分钟。三到五分钟。对啦对啦，你说的都对。嗯，好好好好，不吵架不吵架哈。那我们明天来举办一个说故事比赛吧。好，明天来听听好声音说故事比赛，说故事接龙比赛。没问题，你一句他一句，还是我们现在一句？我先，啊、我们一人讲一个故事。我先，不一句一句接一句哦。从前从前从前，好，接下来该你，接下来就你要说了。接下来你要说。有一个字场叫做某某某，那个某某某他走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走到森林里之后，他遇到了一个恐怖的东西，而那个恐怖的东西，对，一直朝向他走过去，然后他就一直叫，一直叫，看你，快点啊，看你啊，那个恐怖的东西，他一直走向那个可怕的小孩。哪一个小孩不乖？快点，你赶紧继续啊！好、哦，小恩输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小孩刚好是一个鬼，然后那个小孩竟然跑掉了，因为他是胆小鬼。好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听听好声音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